我要玩盗贼之海，等一下你跟我一起打。打什么活动？赢的啊？你的声音包怎么断断续续？是吗？现在也是吗？有一点点等的一下啊、吱吱吱吱吱的声音。哦，看一下哦，还太多。等一下，我现在上来了。So。 那我开，我先刷单位。这样子欸。好像好像还可以，爱小花。我是开太多东西了吗？他的桌面变很酷欸，你有看到他开头画面？有啊，啊有了有我了们有今天就了。看上岛可不可以找到那个漂流瓶。我看更新是他讲，就是如果遇到漂流瓶的话，他会引导你得到最后的那个 The Breath of the Sea。The Breath of Sea，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中文翻什么，应该是海洋之息吧。但如果你没有那个任务的话，你可能应该只会得到珊瑚宝藏，就那一系列的宝藏而已。如果你解完的话，可能不一定会得到那个最后面那个，就是都可以到处卖的那个。你有看那个影片吗？那影片不是有一个很像瓶子的，然后没有哎、欸，我还没看到影片呢、欸。之前很久以前就有影片啦、啊。反正它就是很多遗迹，还有宝库。宝库我不知道，我看翻译比较像是一波一波的打海下的生物，然后最后会开宝库。反正里面就有珊瑚宝藏，就是珊瑚系列的宝藏。那当然就是骷髅头卖骷髅头，宝藏卖给淘金这样。然后商人是商人。OK，然后好。岛上会有时候会有珊瑚的漂流瓶，那个捡到之后好像就会带你就引你去某一个遗迹或是海底宝库，然后好像有那个任务好像就可以解锁到后面会得到那个特别的那个一个叫海洋之息吧，如果硬要翻的话。OK，你可以加我了，要你吗？好。等一下，不用不用，我等一下进 Go on, 去，等我一下，我 suppose. 先把这个打完，好，好。开吧。然后他有一个 Lorena 那边有一个任务叫做《沉默的王国传奇》，这个你好像要把所有遗迹跟宝库的成就都解完之后，再解这个，这个解完就得到诅咒了。Go wherever the wind carries you. Michael，你要玩吗？你要玩我就开双尾哦。我只是想说大家都在开我，不好意思。我开双尾，你开双轨吗我换双轨，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我就不好意思问大家了。那我开双尾，然后它有新成就，新成就是各个宝库或是各个遗迹都有它的成就可以解，有些我猜可能是要解谜啊，有些可能是要找故事书吧。那 Michael，你要来传事实吗？哦，好，那我开多维，SK2 也要玩。我换，从单维换到多维。嗨，你可能很好奇的发现，为什么变成顶尖？我不要断了。哎、欸，你有发现有人的声音一直有回音吗？有，我现在在看你直播。那这样我都听到我的话。我把你关掉了。我开多维。我要开。跟我们卖东西吗？你们先卖，我先开多维。不过我跟波爷可能就是，可能会去一个遗迹，或去一个宝库吧。那如果有捡到瓶我们子，就解瓶中信。我们慢努慢力的挖了一个宝库了。哦，所以有那个瓶子才能。你是有得到后面那对，麦个海克是洋这样之说息没吗？错。
所以如果没有那个瓶子的话，就没办法得到、欸、那个啦。哎、欸、，Michael， 等一下啦 ，Michael， 等一下啦。那个 TK， 你要看一下他的宝物吗？我怕会不一样，可以先。没关系，无所谓啊，反正我不管怎样都会。对啊，对啊，大家都会看到。反正我都会玩啊，反正就是三五宝藏的系列的。对啊，你看这个宝箱会发光哎、欸，发光。哦，卖一个宝箱大概价值221块。对，221。一个海妖红宝石大概就3000块，哦，2000块而已。2000，2000。所以它的价钱有调过、不太值钱，我操！哎、欸，为什么红宝石2000啊？对啊，好怪啊、喔。对啊，不是很可疑、欸。可能有改，会不会调整？你们等一下自己加我的哦、喔，我都在非常好的海域。那你觉得 PSG 啊？那你觉得依照你们这样玩下来，你觉得用什么的使者比较赚比较多？还是我觉得应该是灵魂吧。所以你会拿到比较多小东西，蛮多的。不，他灵魂里面卖的东西是最多钱，1700耶，比起那个宝箱才那个什么200块，还有一个200块的成年老酒155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还是觉得可能灵魂赚一点，我也不知道，买家都可以啊，或者卖死人更赚，对，应该卖死人是最赚的，哦，因为都可以，我刚才看你的直播，然后把声音关，开到把声音关掉的，但不知道会不会有成就之类的，可能要你说看他直播有没有，不是看我直播当然不会有成就、啊。没有那个 Michael 是说，如果卖给死神，不知道那些成就算不算，可能要看成就有没有写说一定要卖给谁谁谁。等下再看一下，超金的也很便宜，700块。我看一下哦，成就奇特的珊瑚鱼，可是它也蛮多是超金的啊 ，Michael。成就我看起来它都是发现才发现。哦，他说交付都是写交付什么战利品，他并没有说要交给谁。他有读书的，也借得到。我知道、哦，所以看起来如果你挂死神也可以。好像每个价钱都差不多哎，我刚刚卖个宝箱也1400，所以还是卖死神比较划算。看你哦这个啦 ，Michael 要看这个，这个4000块啊，这个海洋之息是4000块啊。这个你卖过了，这个卖谁都行，这个是在预告片卖的，预告片卖4000块啊，然后各个商人都可以卖啊，卖给各个商人都可以卖，它就像是宝石的进阶版吧，公测，可以，硬要说的话，也许也可以卖给钓鱼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收，应该会收吧，啊，增加那个钓鱼经验，对啊对啊，应该是可以。反正他就说各个商人可以卖，那原则上应该是仿照那个美人鱼宝石在那个。哦，不用买那个，不用买储物箱，不用买，什么都不用买。真的假的？真的啊，你买一个炮弹箱又不打不到架，大家都在水里。奥特曼是刚刚，可是现在很多人在竞争那个。那个堡垒，那水下那个世界。所以说，如果发现紫色的光，代表它是有开吗？就是你要拿到漂流瓶去那里。那倒不知道哎、欸。因为感觉好像不管你有没有漂流瓶，你都还是可以下去看。应该是有可能是别人开的，然后你可以下去抢那东西、啊。不知道哎、欸，可能那个机制可能要查一下吧。我看官方的介绍是说，你不管怎样都可以去各个的遗迹或是宝库去看，但唯一只有你拿到那个瓶子，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个你们卖的那个漂流什么之息哦、喔，海洋之息。哦，你说海洋之心宝石的那个？海洋之息就那罐瓶子。对，好像只有你拿到那个瓶中信才拿得到，那么一般好像只会拿到珊瑚系列的宝藏。为什么现在 Michael 加我会出现黄色的名字？
不知道，那新更新的嘛？是不是好友的关系啊？我刚刚要 SKTS 了。听说他的指南针好像也有变，变直背了吗？看一下哦。对，哎，你还在港口对不对？对啊，我去逛一下海盗百货，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会有一个免费的表情。好，还有新的表情吗？有啊有啊。你要这边做那个吗？我反正我知道要做都可以啊，我只是看一下。我是说可以直接买下来让你看，不用那么不用那么夸张，你买你也需要就好，我不需要，因为我点开也是可以看到预览的，所以没有关系。没有，那天跟 Michael 在那个客厅浮夸表情，不用。Michael 叫我氪金，他威胁我，然后我就氪金。哎，我刚刚在说。先把那表情买下来好了。I can get you anything。偷偷打开《哈利波特》。哎 ，Michael， 就是你，今天没有打社团活动。我打了 ，DK 要我的。你就打一场。打完一场掉线了，哭啊！浮夸表情。打一场，我就看他打一场掉线。对啊。我打。去洗澡啊，赶快整理一下啊，然后等一下一玩《盗贼之海》啊。浮夸表情。欸，那个欸，商人就是买海盗百货的那个人前面有放一个瓶子。那个不就是变换自己身体的变换自己样子的那个瓶子吗？那个之前就有了。我这瓶子原本就有放啊。有啊，你可以讲话，他会告诉你那个瓶子可以。可能是我没什么有什么想要什么。没错，你没有很少，你很少进去逛。面灿灿啊。就多了这个尼罗河的 skin 呢，还有表情，还有尼罗河的那个服装，对，武器服装。我们今天用什么样子？黑曜石哦，黑曜石，但我没有毛啊，没关系啊，Michael 有啊，我没有、啊，那个怎么会有毛毛？有毛不简单呢、欸，毛4000多块、啊，但我、欸、这个人，你没有黑曜石的大炮，这波爷啊，不是，我在想他的名字要怎么念，波罗波啊，你就叫波爷球，可以，哦，波爷球，金灿尼罗河、哦，好丑、哦，什么？你居然提前有黑曜石大炮的？嗯，对啊。这不就是这就是之前就送了，我连反旗子都有。黑来的，你说现在造型那个什么绝对小丑，小丑表情通了吗？对对对，还有武器姿势保持。好。对。然后船。那我们要挂什么？挂死神吗？还是看你们都可以，不挂也可以。那我看一下死者账本更新了吗？更新了。他已经说下次就是了吗？还是说还也不是啊？这次也没有。你说账本？账本没有。账本我看了，要下一次啊。他每次都很奸诈。听错了。他根本就是要等下一次，等八天后。这次有舵跟毛跟反，还蛮好看的。灵魂密室的很帅。你知道你船还没出海吧？还没有。等一下，不要出海。看一下商人的普通。看一下这个，你可以用尼罗河啊。对，全换上去了，整套的。嗯，都给你了。哦。他们有尼罗河的意思，好像说什么要怎么样？嗯，成为海上的顶尖狩猎者吧。尼罗河全部都给你了，都在船上，整组船帆也是。雅典娜接下来得到的是，也是矛跟这矛跟舵，好白哦。所以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吗？对啊，我们出发呀！我去看地图。出发吧。我们右后方有一个圣坛，前面有一个圣坛，我们要哪一个圣坛？
哦，你要直接先出发圣坛吗？还是要宝库都可以？还是先去小岛看有没有瓶子？哎，舞蹈动作在哪里、啊？都行啊，看你啊。看我们可以先刷个海里啊。那我们先去小岛看好了。好，好，好。这两个看完，如果没有，再去弯刀岩礁；再没有，我们就直接下去圣坛好了。好，西南边。那你要挂使者吗？要挂什么使者？都行，其实都差不多哎。他得到的差不多了。那是哦 ，OK。看你们。你挂个，不挂使者感觉很欠打，现在。可是要去别的地方卖会有点麻烦，那你一定要去使者帮助卖。嗯。那就挂商人啊。对。Let's go。升起我们的金色鳄鱼，为什么这个人在上面跳？不愧是首席法师哎、欸！我现在是顶尖的，他现在是顶尖的，对，我掉断了，我掉断了，很猛哎、欸，靠！很猛啊，我到现在顶尖上不去，啊是啊，只是没在打，对不对？靠！这反有功夫力啊！我金的，可是它不是发光的金，它是红，只有中间有亮，其他地方都没有亮。它中间有亮啊。然后那个鲨鱼的头，除了它的前面有亮以外，嘴巴有亮。有亮啊，嘴巴有亮。有多久早上？麦克，再回首，你不是跟我一起玩《不怕苦》？往西南边走，先去小岛看。我开船吗？要不然 ，Michael 开船，我放心啊。好，我不怕不贼溜，可以，可以，可以，你很贼溜。实在不行 ，SK2 开。收个板，锻炼一下开船的技巧。那就给他开啊！我还在旁边跳舞就好。哦，对，那个这个看一下嘛，别跑！我下凡了。OK， 别跑这个。嗯，我在开船。这只。怎么？等白天好了。没事，等你下来，你下来这里。这里是亮的，这只。哦，鳄鱼的弯刀。对，然后这是他的枪。这全部是鳄鱼啊？那你有拿买他的提灯吗？我觉得他提灯应该是不错的。有。我换给你。你看它的火焰，我觉得做的很赞。它是真的有火焰出来哦。如果它现在在，如果它在水里面还不会洗，真的很妙。你大家可以看。这个吗？对啊，你看，你看，你看 SK2 的那个灯啊，它是火焰出来的哦，很酷吧？哦。但这个下海，然后火焰还在，那就怪了。那你可以收个帆啊，下海看一下。不用，一定还有。你怎么看船旁边呢、啊？等一下就下海。我收帆了。嗯，太好太好了。我们从霍格华兹回来了。艾布丁网站好。我跟 Michael 跟 SK2 从霍格华兹回来了。哎、欸，现在几点了？哎、欸、，Michael 跳舞，十点了。这个人，他不跳。哦、oh. ，太疯狂。阿冠也不在这，可以找阿冠也找。阿冠也在玩啊。阿冠在上面啊。阿冠现在没办法随口随上。看看岛上有没有那个漂珊瑚制品。嗯，我看一下。找到你要照相吗？我想看。想看呢、哦？等你到了之后，把它摸走。欸也没关系啊。先走这支枪，先给你看这个。他这么跟这个，其实没关系啊，我都在海上保护看。让我看看。然后等一下啊、哦，舞蹈动作怎么做去？哦，你不要动，你不要动。这个。完了。哦，这个是颁奖的颁奖那个啊。哦，不是这个，按错了。这个吧，打扫小丑。
那个酒瓶看起来就容易破掉。对啊，我们是喝不怕夫啊。这真的是很浮夸哎、欸。楼梯幽默。哦，是那个走楼梯走下去的那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哦，这是胜利的枪支。超浮夸。然后胜利手枪。哎、欸，还有配声音呢。对，还有配声音。但是子弹没有少。对，没找。好，就这样。好，我先下去。Michael 找到吗？没有，下面没有那个漂流瓶，可能要换一个刀。可能要换个刀了。好 ，Let's go。哇、哦、，Michael 这样都能这边挖的吧？他就是顶尖魔法师啊！无中生有。可以按住。速潜。那个宝箱要拿吗？捡。我靠！捡了你还会升那个赛季阶级？从来都。有人想死啊！哦呦！据点哎、欸。对啊。对啊。你要带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他带也是可以的、啊，你就是沉而已嘛。反正我在这边、啊，大家都不缺。反正我们船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伤人，射你哦 ！Let's go， 下来做岛。我应该看一下，我们如果等一下要去的那个圣坛，它有什么成就需要解开？看一下。我们要去的是古人圣坛吗？你看这是谁的旗子啊？旗帜，商人旗子。哦，古人圣坛里面，古人圣坛里面有五个秘密，很可疑啊！还有，你不是最会找可疑的东西？我是啊，就交给你了。不行啊！臣妾做不到，现在称自己叫臣妾。我也好久不见，你的胡子有变长？没有，刮得很干净。对 ，Michael 一样伙食很好 ，SK2 一样是裤头。而且这游戏没有说什么太久没上线的时候，可能会有长胡子哦。不会啊，船员不会变老。但我可以让自己变老。哦，我知道他那个啦，我们合法解锁。你没上线代表他没有活动，所以他不会变老。是什么东西？欸、你不觉得这逻辑很棒吗？还行，可有些游戏真的是你太久没上线，你人会在原地睡着、啊。哎呦，我好像有看过。哎、欸，有爆桶一个。哎、欸，我发现你上面的旗子没有换成你的多喝。是啊。我等下上去换。我那个漂流瓶也是一样会有量吧？是随就随就是那种，反正就很随机吧，就是随机的东西。没有啊，可以走了。哎，不是因为拿个绿宝石吗？就顺路吗？可以啊，你一定可以，你靠你一个就可以了。我来捡，我来捡食物。反正我们现在不管怎样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可以升那个赛季阶级。对。鳄鱼真的是，所以它刚亮，鳄鱼亮的是舌头哎、欸，晚上它亮的是舌头哎、欸。这里有一本书，要虚人，对啊，对要虚。
会不会我们运气很不好，就是遇不到？秘密不会那么准，还去 C7，谁去大岛上去看？正常来讲，应该会在海岸边看到吧？总觉得不太可能会在山上。山上漂流，这样很怪啊！让漂流瓶漂到身上，它不像桶子里面拿的那种。它最近跟台湾一样，是那个地震隆起。哦，那应该长得不太一样。网络上我看到有人用 Minecraft 做出来的 C7。哦，那个不是一个宝箱吧？对，不是哦，是一个宝箱，很神奇的宝箱。我拿不到，糟糕。那我看看，我射不到了。你过来吗？你跑得过来吗？你跑得快，你跑得快。你说这个？在转弯。不行。那行了，这救不了你了。那我呢？哎，没关系，你是手机，你用那个。用港口药过来吧。啊，港口药。好，找港口药。他等下就用港口药回来了。他那个免费表情，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这个浮夸表情。哦，太阳很刺眼，就用这个欸，很适合欸。啊，对。真的很适合挡太阳，挡太阳，或是某一个人，那个啊，某一个人的光芒太闪烁。你看刀的，胜利舞蹈，胜利火枪，像伸懒腰闪刀一样，没有没有没有。布丁说我们都哈利波特中毒，对，我们只是沉浸在魔法的世界。中毒队真的是卖，对啊，万平蛋。我收个板哦。海滩没有。他，我还想中间的海滩不好没有。漂流瓶哦。不知道这个漂流瓶到底会不会？漂流瓶会亮啊，没有错。会。对啊，会啊。那 Michael， 你捡到的那个是怎么捡到的？在沙滩上捡到的。是用速速钱吗？我是用乌影。原来是用乌影，那你也找不到吧？那不，这他找不到我，我找得到他。啊好。有灵宝石哎。那我也去另外一边看看。我在中间。我直接就看到两颗美人鱼宝石。果然是 C7，我们海盗的天堂。哈利波特正常来讲应该蛮多人看过的吧，正常，正常来说啦，可是全部认真看完的不多。对，知道咒语的大概只有我们有在玩的。我看到会吧，布丁说他只看过第一集而已。看看哦，好像没有欸。所以这样官方是鼓励大家多上岛去看看吧。对，他不是有一个上岛的好像吗？没有，这个岛应该没有。那波岩船长，我们去下一座岛。
欸 ，TK， 你知道你开直播开的超有东西吗？超级怎样？超级死啊！就是我刚在跟 Michael 说，那个拉杆不知道怎么拉，不然我们去看 TK 的那个讲解影片，然后你就开直播了。哦，我原本就预计啊，有人就开，时间够就开啊，时间不够就休息之类的。缘分到了，自然会开。可以。那我们先走咯。OK。可以啊。你们再用港口药回来吧。中毒很深。对，中毒很深。在想港口药到底。啊，算了，不能再这样讨论下去，再讨论哈利波特的那个决斗社。等下人家以为我们在工商。没有没有，不会工商。免费游戏也不算工商吧，因为没有鼓励大家花钱。时间不够就去魔法世界。其实 Michael 跟 SK2 一直都在魔法世界，边玩盗贼然后边跳舞。没有啦，我现在边在决斗边在玩盗贼。那也是一样的意思。对，他现在是边决斗边盗贼。我手机是开你直播，所以我手机没得玩。我看大陆那边好像有 PC 版，他们又不跟我们太一样。哦啊，他们还会的 Play 商店没上。他们还会显，他们还会显示那个。可能你在某个省，什么江苏省第几名哦？他们的都这样，什么游戏都这样。他们翻译他们的玻璃兽好像翻成名字不太一样。我也平常看你玩模拟器，你是玩天涯明月刀。对啊，我以前也玩过 PC 版的。天涯明月刀，我一开始也是有玩，但是手游的手游感觉比较好上手一点。真的？对啊。Michael 也是身上找瓶子。对啊，我刚刚看能找到一些野生的那些书本，里面涂一涂就有个标志瓶。你说的是那个会咬人的书本吗？一次加那个？我什么东西会咬人的书本？你看 Monster Book， 怪兽书。这有一本书耶。还是谁要去右边那个岛？还是我去右边那个岛？哎呦，我掉到水了！哎呦，靠！你是让 Michael 去吗？都会去吗？我让你们去啊！我不想游过去。你要去吗？我送你过去。来不及了，你已经过去了。我收反。这个太远了，这个太远，我就绝对退不了。会不会等下我们找了一个小时都找不到？有可能，那我们还会干脆直接去圣南。用那边有沉船，你要去看看吗？那个漂流瓶到底，它一定不会出现在桶子里面吧？桶子里面是瓶中性嘛？对啊。这个海洋，这个珊瑚。TK， 你右边后面一点点有一个沉船，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那边应该不会有吧？应该不太会吧？要去看也是可以去看，捞个宝藏而已。咬鸡岛，哇，这是，噔噔，我操，可以，怎么那么多？你现在不是那个永劫无间贼六，你现在是挖宝贼六，海奈宝箱，没有啊，可以走了，好难过，箱。我们能够探索的岛屿快探索完了。我们把七十六岛全部找完，最近一个都没有。我跟你说，官方公告没有漂流瓶是 bug。不会啦，他连预告都说了，应该不至于是 bug。
太长，太远了，不太长，太远。极限了。哦，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嗯，你不要看这个，这个灯。对啊，它在水里面就亮啊，它一定只是外观像。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我们好像可以去，要去圣坛的吗？有啦，右后方弯刀岩礁啦，反叛者岩，还是去瞭望塔要塞。都走啊，都去啊，都全部去完它。好，走走走，去完就走，去完就 go go go， 往东，正东，弯刀岩礁 SK 都看过了。没有，他有没有没游到？没到，没游到。我在突然的下场，骷髅船右后那一个吧，沉的。这个真是诡异。他们自动游泳啊，有个方法啊 ，Number Lock，Number Lock 的预设就是自动前进的键，自动前进，你按了它就一直往前走，没用，有啊有用啊，不要设定吧，预设是 Number Lock 啊，设定控制器，等你在设定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对，为什么觉得？你们要开去那个弯道那一个？对啊，我们会经过它。哦，那我直接有紧张。我想说你没经过，我直接用你。哦，有时候多维。嗯，多轨。他要跟我去同一个地方吗？知道。我们这方向的确是一个宝库。说宝库吗？还是说钥匙？遗迹吧，到了，要收板吗？收。又是船长。浅滩，欸，他在往我这边走，看起来是欸，我先就战斗位置，好像也没有啊，那就走咯，欸，有东西。那么亮，在哪里？没有，我说 Michael 这个。我感受到悲伤宝箱的气息。像你小子这样都可以啊。那艘船是公爵的船头 X 欸，你们挖的还顺利吗？异常不顺利。对，在北边啊，前面吧，在前面啊，你们走的往南边挖，我是挖错边了。对啊，就是你挖错边了。不，那艘船靠近了，我真的，他真的靠过来，靠过来了，对啊，我要先准备靠。玩吧，希望他们是友好的表现。结果是在打劫，啊，还打什么劫？这年头转弯，他们下毛了。这年头不是应该要去探索一下未知的领域吗？他怎么急转弯下毛？哎，他是黑暗探险者的反。象征友好的炼弹，开炮就不是友好了。你打了一发炼弹了，
我之前遇到有人喜欢下锚停船，我就打炼弹跟他讲，这样很危险，然后就离开了。然后结果人家追着你打的。不会不会，通常没有了。他说他通常我遇到会讲中文，说你在干嘛、啊？他们走了。方向，他们方向是 S E， 那就是我们要去、原本要去的，你要去的地方哎、那就走啊，追着。哦。当然，但是我们并没有，或者我们也悄悄咪咪的跟着他们，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安安静静的靠近他。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找那个瓶中信，漂流瓶。偷偷要，刚刚有美人鱼有吗？没听到声音的。没有，没关系，慢慢来。他们应该真的要去那里耶。他们收反，收反了。S 正 S， 他们现在，哦，对，没错，没错。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偷他东西？还要你偷得到哎？就整场都没有去看新的更新，都在偷别的东西。下毛？怎么竟然会下毛？嗯。我看到、他收钱板了，这样真的有可能你在底下收集了一堆宝物给那个美人鱼之后，你上岸发现自己的船不见了。不过猜那美人鱼应该会在原地不会消失，就他们在上面收东西，打完怪的时候有其他玩家能进去的，就直接能把人杀掉然后抢他们东西。哦，对对对对对，有发生过，对，就刚刚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刚刚已经发生过的一件惨案。对对，有人挖完就被宰了。对 ，DC 没有内讧了。感谢布丁。DC 内讧？不，就 DC 之间发生了，里面发生小插曲。对。哦。那我们直接去找那艘船吧，他们马上下去。他们应该下去了，紫色的空。这里好像也没有，没有看到发光。让我看看。哎呀，靠呀！没听到。边好像有，有一些光，这是什么？欸，这刚不会是我们的商人的货物吧？瓶中线索，那是我们商人的货物啦，因为我们挂商人的货物，我们挂那个，靠呀，就这样自己找到自己瓶中线，因为我们挂任务啊，瓶中线没找到，先找到商人，先找到商人。清洁。欸，我先去那个，我衣服洗好，我先晒一下，我等一下回来。很快。OK。你看那个鳄鱼的舌头在发光。那我现在去哪里？找那艘船聊天。人家不一定会理你。没事儿。你把他给宰了，他就理你了，对吧？欸 ，Michael， 你是说这样跳吗？欸，这里跳不动，我操！跳的，你学会一个你根本不会用的技巧，风险。欸，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把它留岛上吗？把它引骷髅啊，作为我们撤退的一个路线。对，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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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不要挂个结盟旗过去？他们人在下面，挂也没用。他们不留人了，把船打劫劫完了就。不下凡吗？这样吧，现在是不是都没人在打随机任务了？不一定啊，嗯。我们要去找他们吗？对对对，我们靠你社交了，社交天王 Michael Mann。还是往左打，直接炮过去。他们下凡，是他们，他们有炮位了，他们要打了。炮位哦，他们要打、啊，要远离吗？可以啊，可以先远离啊。中，你们最打中喽。哦，我被 one shot， 不是哦。我下去，跑一万神，我也死了，救一下，救一下，再救了，再救了，救了。要淹二层的哦，水要淹二层的哦。就是水鬼上来了！哇，我们要倒，我们要沉了！不，我们沉了！死了 ！Oh no， Michael 沉了 ，Michael！ 太强了，对面太强了！我直播 Michael， 翻直播，我玩 TK 直播，听到你把声 ，TK 在挂机 ，TK。太快了！你被人打惨了！为什么？毛虫啊！你这样把我们给灭了！这是什么？哇！哎 ，Michael， 嗯，进去了。哎，不会，你看这灯，什么？有没有看？嗯、对。还有站在美人鱼身上哎、欸，哎、欸，会不会这座岛刚好有 ？Michael， 我画个直播啦 ，Michael。第一个是那么粉色，我们猜。嗯。哦，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传承了，大哥，大哥传承了。哈哈哈哈。就在你 AFK 的当下，你会找别人聊天聊成啊？对，对，他把我们几炮给轰下去。哦，他一见面就是一顿炼弹。那还要再去挑战他们吗？都可以啊，就整场都没在。我刚刚听到博野的尖叫声，是假的。就耳机没有戴的时候听。那有你们有上到对方的船吗 ？Michael 还在吗？没有没有没有，他压一炮打死我，还不也？一炮、哦？对，嗯，乱波。上个炮就被打烂，上个炮就被打烂。所以是有实力的。不知道，不知道，不好说，不好说。绝世。哎、欸，不用不好说，我们左上角又有一个圣坛了。至少他知道打哪里。我们现在在那个下背。嗯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瓶中信，说明是冥冥之中安排。有那个我们捐赠的宝藏，哎、欸，有记录那个因为他们在解你们的东西，还不错哦，还不错，对，还不错，还有解到任务，可以，我知道你们是故意的，赞，哎、欸，波爷来打个美人鱼吗？波爷，哎、欸，小，我划个鱼叉小船过来。感觉这个鲨鱼岛就很适合藏屏风信。对啊，但是有太多地方可以藏了。我们之前为了想要见到白鲨，我们还特别在那个圣坛那边拜拜，现在还是没有用。当然 ，Michael 都没遇过了，所以拜拜是没有用的。想说拜这个鲨鱼之岛，有没有机会？你可能拜中乐透比较有用。这是名牌吗？哎、欸，我还没来就打完了，完蛋！大家都以为我在偷懒。嗯，耍费耍起来，太惨，你的名声毁了。等一下，我本来就没什么名声。赫夫帕夫加1000分。可以。哎、啊，我们加1000分好像赢不了，好惨的。我在想，史莱哲林，我来那个学院会有怎么讲？学院活动会得第一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较多人在玩。那个人数啊，对啊，我们的人数不是最少的吗？应该吧，我没有看过总人数多少，好像也没有。那我们就直接走了吗？走啊！全部都找完了。小船要送上去吗？也行，都行。破旧的书，自己的书你们应该都点过了。不知道、欸，但我很少在点，看成就吧，我有点忘记了。那个不朽海盗的 ，Michael， 两只手有空不翻，几个在拍手。走吧，接下来环绕这两座岛，就直接去圣坛。朝贡圣坛，朝贡圣坛该不会跟朝贡风有关？所以刚刚是发生乱弹打死，对，嗯，没错。你的表情很适合这件衣服，这套套装。如果波爷靠近，我就把帆下下来，他应该会以后不会跟我出海。好，他马上跑走。你这个火枪弹就让我想到其中一个法术，消耗二费的。是哦，就不是一颗球。然后直接把人家震开吗？对啊。哦，我当你说从中间炸开的。对对对。他说你是超大的一只海。没有，他不会超大，他应该本来就长那样。所以你们靠近代表说有个，那个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右边。OK 啊，我想说绕前面的岛绕一圈差不多，右边就有那个啦。对啊，直接去就好了，直接在旁边。看前面的小岛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直接去吧。对、okay. ，你往右打，然后我们泡过去。你泡得过去很远。Michael 是专业，他游泳贼溜。
游泳贼六到底要多游两蝶式哦。可以，你应该游泳也蛮强的吧？防护哎，那个那没有关系吧？我又不是游泳，我又不是游泳来到防护。你又到防护，我可能就在奥运冠军的那个讲台上看到你。但我最近有听到一个那怎么样？我从来没听过的说法了。我听他们讲，有人是骑着水上摩托车来澎湖。我好像有听说过，但我不知道真实。他们有游过，嗯，台湾海峡。他们说可以骑水上摩托车，但是就是要也是要登记啊。然后大部分他们都会就是认识的人一群去，就一起去骑。因为一个人骑，有确定那个骑什么？就水上摩托车。现在有确定有人去游泳游过台湾海峡？有啊，是确定的，有。那个你可以找，是一对那个台湾游泳队，然后有他们是接力的方式游完，很累哦，感觉。很疯狂的、欸，对啊，就是不过那应该会有船跟着他吧，比较安全吧。对，就是有船跟的。那游到哪里都不知道。他们那也需要 GPS 吧，不然找不到位置。没有哎、欸，又一个小船。上面有食物吗？对吧？我们会不会等一下再把船开走就要沉？到底今天是要沉多少次？哎、欸、，Michael， 你把鱼拿走了。我拿走了。嗨，喂，好久不见。为什么要出现美人鱼在这里啊？奇怪，我们就离船那么近呢、欸。我们下个帆，他就找美人鱼。我们让那只美人鱼有意义。你还行，我先快靠。走啊走啊，可以先走。我也要玩水上摩托车、哦。可以。我也想玩。上摩托车。他想要穿越台湾海峡到澎湖去。原来是这样。今天我在你直播间存金币存到10000了耶。嗯，然后没办法用。为什么没办法用？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没有开啊。不是啊，我有，就是没有特别的东西可以用。我来换表情都换腻了，都操！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哦、喔。你的那个不能用，不是可以用，但是就没东西可以用啊。可以换用什么喝水啊、伸懒腰啊。那你又看不到我在喝水，我在伸懒腰。所以你可能要开直播之类的，对，那叫露脸啊。face 啊，对啊。学咸鱼，咸鱼就是很好的代表呢。咸鱼可以露 face 啊，我没有露 face。那你露手露脚，对啊，你就只有一个表情符号，我有三个。那你我等一下也把三个都买了。不用不用，去掉了。我都已经9000了，兄弟。对啊，那金币超多的，存那么多钱，然后用不到。你可以多设计几个。就没有灵感啊！谢了洋葱，多喝热水。多喝水，多喝岩浆。那个头像，是你那个头像做图了。就像如果我用什么，有人会用到底是海的、啊、什么跳舞几次啊？那但如果说你在打架，我在跳舞，对，很爽，这样才好玩呢、啊。玩打架，喝水或喝酒，可以打架的时候喝酒10次。我怕是一个不得不输的战役的时候，啊、不是不得不打赢的战役，不是不输。或者是是从者都是自己的。为什么？哦，对啊，要有这么奇怪的？那叫奇怪啊，才会吸引人用金币啊。也是哈，有点可惜。把香蕉放在烤盘上也是可以的。刚刚变有一个变了全船长那个一个直播间，他有个东西换讲，就是说。就是手不准动5秒。瑶瑶，我有看过，他有跟我说过。对啊，我经常在用啊。他们不最近一次用了之后，他不遵守规则，然后我就没再看。
那这样我，那我要先设定高一点啊，回把金币回收，要不然你们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我整场都不用动。我之前看过有人，他是蛮多的点数，然后换的话，最大换是关塔欸，我NAR 50多万了都，50多万 ，NAR 哦，看到那么夸张。嗯，然后基本上我都是看在那里，然后挂在那里，然后有时候就可能会参加他那个，六件，猜哪一队会赢的那一个。十分钟不能使用木板，太可怕了。那这样船肯定沉。Tina 那里好像都玩。嗯，又一个船长。好了，我觉得我们直接去那个牢了。这样波也还没看到。就要准备睡觉了，波爷应该迫不及待去游泳。我都可以啊，就随便。然后我们再回去找那艘船，然后又被打沉。不会，你帮我挖一下东西啊，不容易。麦克，挖一下东西吧。嗯嗯，那我跟你一样有手有脚，为什么你不能挖？因为我拿着一个骷髅头。解谜啊，解谜不解，也没有什么好解。波爷去哪里了？解谜啊，解谜。那个旁边的那个鱼人。哦。好了，我来了。前面这座岛是哦 ，Prond Valley。拿着东西吗？为什么你刚手会发亮？因为我用望远镜呢。哦，好像也没东西耶。他在施魔法，没有东西。你是什么魔法？咒咒虐，咒咒虐，咒咒虐。对，水疗。哇，那你就直接用水疗对那艘黑暗探险者船就好了，他们就动不了。大水疗哎，把整艘船都给包起来，探险者都标配打。鬼斯里烟火，现在已经标配了。可以标配打劫船，黑暗探险者加鱼人，就这样子一套，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强的吧。嗯，有可能是浓，很浓浓出来。嗯，没有说银人加黑暗探险者这两个，通常很少人会去干银人。哦。隐忍我已经干到有另外一套了。你特别好吗？你这个继续努力。现在已经干到有那个蓝色的隐忍。你的猫拿了吗？拿了，猫早就拿很久了。我现在已经可以，我现在有那个旗子了，旗子跟舵了，就是另外一个系列的。散弹枪也有了。那个头，哎，杯子也有。哦。我以为那个头你不要了。好了，我们直接去那个圣坛好了。要吗？朝贡圣坛。都行。好啊。哪边？东南。Let's go。我看朝贡圣坛有什么事情要做。嗯。朝贡圣坛。这是卖宝箱。朝贡圣坛里面有五个秘密，五个可疑的秘密。好，走吧，走吧，尼罗河号出发。有重新插死者吗？嗯，看你缺不缺钱吧。我不缺，应该还好。那就解任务。对啊。嗯，海贝魔鬼可以拿来卖。Michael 的胡子就很像吃了 NN 巧克力，掉的满地都满嘴都是。没错啊。我们调岗，我会进到暴风雨。让 Michael 来跳舞。等一下再到底在哪里跳舞给你看。
我来来来，走过来，麦克。你走开啊！你这个猴子。哎呀，我操！你怎么知道？你好，英哥。我谁？曹共胜。这个人。我爱刘导。这是螃蟹吗？这个人。这不鱿鱼吗？紫色光芒。可以，再来。等一下，我看。现在是在猜谜吗？猜你是什么武道？猜什么武道？这个是单那个。这是新买吧？这个这新买，我不知道。丹顶鹤。悬崖，它叫什么？悬崖平衡。不是丹顶鹤吗？它写悬崖平衡。红鹤，红鹤也是单一只脚。白鹭鸶。白鹭鸶两只脚。对啊，但它站起来的时候是一只吧？哎，它两只啊，它是两只站在地上，是鹤类的才是一只脚。如果我用会位移的舞蹈，我会掉下去。是吗？不会吧？他判定就是在你的路上可以。吃那个胡子上的巧克力，感觉很多毛。说不定暴风圈会带来漂流瓶。应该不会吧？那这样路上都有一堆漂流瓶。我们要到喽。下毛吗？这看起来只是下毛掉。也可以啊。然后回来发现船又不见了。没关系啊，我锁这块船。哎，不用，你跟我下去就好。船不在也没差。是啊。如果船不见的话，美人鱼还在。我不跟美人鱼讲话，我才可以开船过来拿我的宝物嘛。没有，你就一个人先去开船，然后其他人再下去。对对啊，居然全部人死掉了，美人鱼还会在吗？哦。要不会消失，可以下锚了。可以先下去啊，我去个厕所。没问题。对。可以到海里面上哦，不会有人发现。我靠呀。嗯。嗯，对，不会有人发现。所以这个是朝贡圣坛。你没有位置呢。这不是 Link 吗 ？Link。对。我们刚好满了 Link。已经满了，好惨啊 ！Link， Link 都不进来聊天。Link 有啊，刚在楼上啊。对啊，这个好像那个、哦，哇、哦，冲马桶冲下去的那种水哦。嗯，很像。现在我，嗯 ，Link 刚刚说什么？讲的新任务那个。哦，对啊，对啊，新任务啊。我做。你也在看他直播？应该有做那个任务啊。哇哦！感觉是很多很多的遗迹跟宝库，里面很多秘密要解锁解谜吧。你想开直播？我会开啊，万一遇到有趣的事情。是我错觉而已，还是他没开门？他是真的没开门？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等着你去找。去解锁，曹共不就是黄金海岸？黄金海岸不叫曹共峰吗？是吧？我也，哇，这理解可以，嗯，对吧？对吧？黄金海岸是曹共峰，超强。然后你看、啊，你看这些雕像啊，这个雕像不就是曹共峰黄金海岸那个吗？开了，哎，为什么开了？对啊，为什么开了？这边有一个按钮啊，哪里？这里啊。哦，哪里、啊？我也这里。哦，安心。所以这个雕像是黄金海岸的啊。嗯。哦，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那我们走了。人家还是我们等 Michael 还没上完厕所。在等 Michael 吗？鲨鱼来喽！不用等我。哎 ，Michael， 这好像就是刚刚那个阿冠他们被宰了。鲨鱼留下来了。鲨鱼留下。你们先进去啊！你们先进去啊！鲨鱼在吃波野。波野，我们进去看。靠等到了，我们先进去吗？我觉得气味不够，我觉得气味不够，还是我们抓他那个抓他头游进去。下面还要游一小段。啊，走，啊，走。所以曹共圣坛该不会在讲的是黄金海岸曹共峰的秘密吧？嗯，我们这边要找五个秘密哦。这边有五个秘密，找五个秘密哦。妈的 ，SK 里面还有七个 ，SK2 的秘密。
可以。所以你以后你就不敢抹面膜，抹面膜是什么东西？哇，里面有超雕像，这个有雕像，返回我的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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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他知道。存放宝藏。对啊，你宝藏是可以给他放，到时候去海面上会有个美人鱼帮你把所有宝藏还回来。这边有图腾诶，锁链向下，珊瑚中间，宝石最后。嗯，哎、欸，这里。你那边有雕像吗？进来左转，进来左转，你进来左转看一下这个。哇，海底隧道哎、欸，好像在那个。进来之后左转，有一个直走跟左转的路。你左转进来一下，有个东西，你应该会有兴趣。破野嘞！我看破野。这 TK 这 TK 这。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欸。TK 这后面。哎、欸，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号角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找，感觉是，我们要找那几个，绕到你那边的，这里，我们要找那几个美人鱼，让它摆到正确的高度，这里，对，你看一下，这里面有一只，这边也有一只，那只是返回船上，不是这里，进来，这只，宝石是最高，嗯。被你们人全满了，对，这样刚好四个人。你说这样吗？对，这个。那我上去了。老五哥，哎、欸，这边有控制杆可以拉哎、欸。哦，那再开吧。所以它是一个区域一个美人鱼而已啊。这个应该火焰吧？这怎么可能火焰点燃？之后那个有点不太现实、哦，有可能在海底火焰之后水。水退掉了。不过你刚刚问的是什么问题？你说，我说不会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雕像，好像不会，不是吧？就像是你玩任务的话，返回你的船不止一只美人鱼啊，就看它节点怎么设计。嗯，这边可以上来。你说那、啊、号角嘞？号角在这里啊。号角在那里，我现在找另外两个。分头，另外两个在哪里啊？你找吧，找看看哦。他说这次就很需要解谜。嗨，感谢老母狗。这边也可以换武器。我靠！我来到了正中间。我觉得它的珊瑚好漂亮，这是通的。对，所以。这一只啊，这只是返回船上。对，珊瑚是正中间，锁链是最低。还是我们下来的时候遇到那些珊瑚跟锁链？好像没。这边有一个秘密的道路哎、欸。这里哎、欸、，TK 上来 ，TK 上来，这里。那边有一条路可以走。我找到火焰。火焰的话是，哦，这里是出去的路。对啊，这出去的。好。火焰是什么？我帮你看哦。这样如果我没有语音，很不科学。就是一堆人在海里面，然后互相讲说火焰是什么。火焰是正中间。你在哪里看的？这里有一个图腾。哦。我靠，这个会不会太抽象、啊、？OK， 好了，还行。这我们是不是还少一个？还少一个，最后一个，锁链的。少一个锁链。锁链是最下面的。游过去有一个红珊瑚，蛮漂亮的。可惜没有小丑鱼。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换气啊？我没气。有，大部分的有啊。中间的点好像都可以换气。中间的点有一个可以换气的地方，在我这个位置。你看你这边有吗？我这边有，上去。我跟你说，你这边有什么？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的。那你在哪里找到火焰？在我后面，这下面这边有一个洞，这里，从这洞里面进去就有一个火焰，所以剩下锁链。但是锁链应该在这里，在这里上面吗？在这里。对啊，在我这。哦 ，OK。锁链最下面。好 ，SK 都在我这哦，我这边有锁链。那就等。我来了。Michael 吗？
Michael， 不用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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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在顾船号角。那我们就吹响号角了。不用，我在看直播，我在看直播。哎、欸，你不用顾船啊，万一有秘密，你这样算得到吗？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好，看直播啊，看直播很爽。来了，我水应该会变高吧？好、哦，变高，变高，应该是变高了。上了。电梯上楼，就只到一半，应该好像是还要再找东西。这里这里这里有条路，哦，这里这里，嗯，这里也有条路。OK， 没有没有，我跟你走同一条路。好，我要找秘密。这个是新的秘密吗？不知道哎、欸，秘密应该会不知道会怎么显示。反正这边五个秘密，这里有个平台，五个秘密。哦，我踩到什么东西？刚好像有一个，我有听到一个声音，但不知道哪里来的。我踩到一个，就这边啊，这地上有一个东西可以踩的。哎、欸，我操！你踩到口香糖了吗？不是，就一个机关吧，但是没有动静啊。可是刚刚那边好像有一个、嗯、也有一个机关，可是我觉得应该感觉不像是踩到它，感觉原本就有的样子。是吗？因为你有听到踩掉踩的声音吗？有啊。我、哦、这边也有一个。会不会等一下出现美人鱼啊？然后 Under the Sea。我、哦、这边有一本日记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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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别跑！我需要日记。嗯、可是它这竟然是阅读四哎、欸。一二三在哪里啊？嫌疑人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你没有看你哪里？宣战好，宣战了，战线也画好了。海洋女王对战古人跟人鱼，古人好像是盗贼之海里面当盗贼在有一批以前有一批人，然后那是古人吧？好像他会一些法术吧？听说了，应该是霍格华兹的后代，有可能，反而中毒了，中毒了。但我真的，他们说盗贼之海就是会充满一些神秘的力量。古人就是可能以前人类吧。曾经身为人类，在歌唱时中变身，变成海洋爬行者。哦，所以难怪海洋爬行者可以在陆地攻击，海妖只能在水里面。所以海洋爬行者是人类变身？有可能。是我们卡在这边的。哎、欸，你又踩到一个机关了。有吗？没听到、欸。有，我刚才听到。那另外一边应该在这里。刚刚 SK2 我去的那个，哎、欸，就亮了。这个。哎、欸，还有四个吧？四个人，四个机关了。可是这样不可能、啊，你单人要怎么解？对啊。所以他可能是有个顺序。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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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這裡通常也是要一起踩的。哦，一起踩的吗？应该吧。我没有、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没有，因为他是单人啊，所以会有一个顺序。那我们就这样，刚刚好不然把这些。哎、欸，底下海妖出现了，像动了。底下出现好多海妖。打死嘛！先别管。好、哎、呀，来来来，来射，来射！可以打，可以打了。这有没有武器？没有。有，最下面石像钢石像的脚下那边有武器箱，还有武器。还有。这边有一只。还在唱歌，结束。不是，这边。我觉得我们上面好像还有地方没有走到。有没有弹药箱？哎、欸，你看这个，这两个人，哎、欸，是不是还有一只啊？好像有。好可怜啊，他们两个。哎、欸，下面这里我们下来过吗？没有，他刚才开的。那是刚开的。但我觉得上面好像有东西，我去上面看一下。哎、欸，这里有很多东西啊。那是那我看看。对啊对啊，那是刚开的、啊。那个我开直播了，不用不用，我在看 TS 直播。SK2 那个是我们刚刚开起来的、啊。对。其实我是想要去找书本。书本。SK2 不是化妆品。对，没错。这里有一本书。是因为它的 ID 很像。刚刚。我这里有一本啊，你等一下。好，我等一下去看。我要看，我要找那个瀑布可不可以进去。这是第五本。
所以我们前面三本都没找，然后就开了。代表每只美人鱼旁边会有一个词，应该是等于三本。根本就海洋之息的放海洋之息的地方啊，应该没有任务的关系吧？哎、欸，这里没有好，这里没有美人鱼可以放宝藏吗？那我要去找另外两本书吗？嗯，你三本，你找三本了、啊。哎、欸，竟然是这个宝箱，古代现物，怎么会在这？楼下什么居然？这边有雕像可以储藏，在我这里。天哪！这样还要解宝库吗？我存放了。宝库要开门了，宝库要。我想要找日记。对，我在找。你可以先去拿，我帮你去找。哎、欸，这边有个洞哎、欸。很亮，但不可以。就是这样才可以。所以波爷，你下面有东西吗？这边有好多宝，有石头啊。哦，上面浮一个美人鱼。上面，对，我这里浮一个美人鱼啊，很恐怖。那是要给你把宝库送回来的美人鱼。嗯，我以为你说哪里有一本书。我这里，应该就是捡东西的地方吧。你说第五本吗？对，第五本啊。他那个是，哦，星空顶。对，这是，我觉得这里真的超漂亮。是苏灿，苏灿，苏字，苏字，苏词。那个人写的，古人和人鱼达成了结合，双方智慧的协议。好酷哦！天啊，现在找攻略也找不到哎、欸，好惨。哦，所以那个美人鱼雕像其实是古人，他让海妖沉睡的力量。这个算感觉快把《盗贼之海》玩成恐怖游戏。不会啊，刺激啊！不用，我们把这些拿上去吧。要拿上去吗？对对对，有地方可以拿。跟我走就好，往上走。我刚才发现一个小秘密。OK。小通道的感觉。这里有一本书，第一本。在哪里？在很前面呢、啊。在我这，我站在门开了的下来刚下来的地方，就在壁画的旁边。等我一下、哦，我先把这个东西拿走。可以，你等一下有个，对对对。这就个人就可以直接送回去吗？对啊，我这边。你们就继续搬，我找书。可以，我等一下去看。所以说，这个故事在讲古人跟人鱼对抗海妖，然后海妖因为打上不了陆地，所以去号召人一些人类变成海洋爬行者。对。然后去打海妖。然后来打我们人陆地上，那我们为了要封印他们，我们就使用了。我们的神秘力量把它变成美人鱼雕像，所以它应该叫做海妖雕像。对，邪恶珊瑚骷髅头，这说出来根本是在那个，你等下自己来讲。对，你一开始看画像是一号。对，一，我继续找二。啊，你先。那这样是不是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直接看到第五本，就代表我们前面有六本没看到，不会像以前一样。对，就是它应该是按照顺序来，一本一本顺序是出现的。我以为你看存放宝物是多少？五啊。我也看是五。哎、欸，我可以在那收集耶，我按收集会怎么样？拿出来吧。对。我先看哦。是。哎、欸，出来这里。全部都掉出来了，对，全部都掉出来，从他嘴巴吐出来，或人鱼不见了，也全部掉出来，人鱼两个出现，所以全部掉出来之后，人鱼就直接，对，因为你跟人鱼讲话，他会全部拿到海平面上，对 ，OK， 好，我下面有发现到一个秘密，有一个通道，我去看一下，在哪里？在这里，所以朝贡峰到底跟黄金海有没有关系？这里应该有关系吗？这还没被我们截住了。这有个洞，然后没东西。好啊，被骗。
好，很好、哦。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可疑了，可疑的应该只有前面了。因为四号，因为四号、五号得到了。为什么可以拿到20个宝石？没有，他可能就给你一个上限吧。可能我们不是代表这边有二十个，应该不是。SK2 你们刚刚打的时候总共宝箱有多少？十几个而已，16还是？所以应该差不多是。应该没捡完，应该是满的20。等一下，你第一个在那个，第一个在雕像。好，我去找第一个。在，就是我知道，知道，在图那边，在图。所以我从第一个地方开始走，我应该就找到其他二三。然后写日记的那个人就是这边有一本三在这里，三在这里。战士跟海洋女王爱得这么深刻，这么痛苦。海洋女王的愤怒使大海沸腾，船儿被浊浪拍碎，卷入海底，为她王国添上一块基石。被带走的船员下场如何？他们还有机会眺望星星？该不会是苏慈还是苏次？反正那个人的船员。我 bug 了，我好了。好，你好了。对，所以说刚整个人浮起来。所以是苏，就是那个苏什么？那个字要怎么念？苏慈吗？苏次吗？没关系啊，没有人知道。好，我不知道。所以他的英文叫 Sax。对，所以是 Sax 啊。嗯，Sax 不是袜子。所以是他的船员，他的船员踏入到这个地方。对。书本在哪里啊？我这。一。哦。可是三在那里，二嘞、欸、在哪里、啊？二应该不会，二就很奇怪啊。对啊，为什么我找不到？二会不会在另外一边？走、啊、另外一个方向。你先找，你先。一在哪里啊？两个路口，一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哦。朝贡，哦，朝贡的词就代表尊重跟钦佩。嗯，这也是、欸、这边有一个任务控制感哎、欸，哪里？要拉拉看吗？拉拉拉，哪里？哪里？哦，后面这里，哎、欸，空的啊。那有可能是有瓶中信才会有可能到这，我不知道。瓶中信就是那个海洋之息、哦，所以我们现在只差最后一本书。我们的朝贡圣坛就切完了。那、欸、Michael 你要不要下来看书？好啊，那看我作为万里无云啊，我是时要下来了。没问题，跟着马桶的痕迹。马桶吗？没错，你下来会像马桶一样冲下来。是马桶的部分。没错。你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呀、啊、，Michael？ 我在心里啊。可以，来吧。什么？这什么对话？我需要你啊 ，Michael， 可疑的人来了来了。最近 Michael 一下来就说：“哎、欸，干第二个就对了。”这就是马桶的世界吗？还像那个冲马桶下来哦。我感受到了，我自带旋转效果。这边是宝石的地方。这要看最后一本，第二本会在这里。职业病都要收一点物资。听说这有个入口啊，这两个藏得很深啊，很深啊。还没从这边找第二本书。其实说不定外面其实会有，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拿来，说不定。外面。外面是什么？我们进来的地方，我们从海下来，我们下来之后不要走入口，后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但书本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我猜，在外面不科学。我先去找 Michael。我从一号开始走。对啊，我觉得要从，可是一跟三的间隔太短，所以那个二就会很奇怪。他就在另外一边吧。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走另外一边。还是我们要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书本，我们会放哪里？
如果你是书本，如果我是个书本，你为什么会是书本？如果你是怪物书的话，我会在三分将你打出来。我用七，我用七号。如果你是三只怪物书，我会在第一被把你打出来。如果我是书，我被写了，我会放哪里？我会送你一个卫士烟火。哎 ，Michael 这 ，Michael 第一个是在这，你们居然在这，太神奇。七哥，你慢慢找，我带麦克找书嘛。一号在，一号在那，应该二号就在另外一边，因为三号在我这。对，因为三在后面。三号在另外一边啊，所以二号的书。二号，你在哪里呢？二号。麦克，你找到了吗？没有。三号在这呀。二号出来哦，二号。二号在那个。我在游，我在游。二号不要隐藏自己啊！麦克，你看到了吗？快点！没有到人，在你旁边呀，麦克。这，对对对，然后四号。如果我是书，我会在哪里？你应该要想你是作者的话，你会把它放在哪里？这个比较实在一点。我把书里的画了 ，Monster Book。现在哈利波特都是三书流。对啊，三书啊，全被 ban 了，但是我现在抄哈。哎 ，Michael， 这，你哪呢 ，Michael？ 啊，过来啊，因为我都中，我到处游啊。我快绕一圈了，波野你也是跟我在这哦，感觉 SKT， 感觉是在这附近啊，感觉真棒，因为这边离其他两边都有点距离啊，对啊，啊啊，波野我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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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拉杆，哎你用过没事，我以为我要找到什么东西。这个拉杆是拉哪里啊？你会跳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拉杆？书本放在还要还二和五回，剩下第二本书。我的在最下面，我等等带你去。走吧，等等，去五吧，去五吧，走走走，就下水吧。咦，身体都变得湿湿的。哎、欸，我操！这里有东西吗？看一下。没有东西。我操！我卡住了。是要减肥啊你？这个海底的声音有够可怕的。对啊，所以我说硬生生把都还在玩那恐怖游戏。但官方其实蛮，他们对于他们的配乐，他们很满意。我觉得他们配乐配的不错。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我都很喜欢。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会听，感觉自己在开船。这是哪里啊？还是有一本书就在这？不知道大家找第五本吗？怎么自己不见了？不是，这里不应该有条路才对啊。你们去哪了呢？哦，好了 ，Michael 来这里，走吧。Michael 这呢？不是就在你下面吗？对啊，就在这，第五本书在这。没错，来呀、啊，赶紧给我看。我机关再踩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再试一次啊。他会不会踩下去？我再踩一次。哎、欸，你去那个 ，TK， 你去刚那个拿法杖的那个美人鱼那边，那个雕像那里，它下面多了一个洞。拿雕像，就是拿那个宝石的那个。因为我这边可以再踩一次。
他的人下面都有个洞。第四本。哎、欸、，Michael， 帮忙找最后一本。他有在找啊，他也找不到。谁到底找得到？嗯，作者。嗯，那我们要去那个吗？北极星贸易站吗？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他放哪里？对。我们去问药虚肯的。那为什么这边会有火药桶在底盘上？等一下，火药桶在水里可以加。对，欸他没有，欸他是不会没有浮起来，超有趣的。这边怎么会有洞？就是莫名其妙多一堆洞出来。欸，啊，这个是那个啦，这是刚刚波爷捡那个混火焰的那个地方。哦，这个。是一本书，那我就会放在我走得到的地方，而不是我游到的地方。你走得到的地方，登上其他船对船之时，留下宝藏，展现你的口袋。就是刚才我们掉的那个船脉哦。哦。啊，等一下看到我们船就过来了。刚刚可以测试每人一个，可以好好保管我的宝物。对对。那可以啊，再吹一次号角呢？可以啊，多吹几次啊！什么鬼啊？多吹几次有什么反应？你不要他一直吹啊！欸，他吹的音调不一样哎。对不对？你自己听，他吹的音调不一样，他越吹越低，他都他一直都是这样啊。没有，你自己听。没有，我说他好像就会这样音调，跑来跑去。这个要，这个地方叫什么？朝贡圣坛吗？我总不会你是觉得东西就在这里的。我已经绕了两圈了。我也绕了两圈，应该有。哦，我找到了。我操！你找到了？找到了，太简单了，不要太简单，兄弟们。好，不要太简单，兄弟们。好，好。等一下、哦，我来想想看，你说这个附近吗？附近，有发光的地方啊，慢找了。那时候刚好是鼠标滑过，有那文字跳出来。怎么可能？喂。哦，有人有人进来，有人进来，有人下来，神经病，有人把我射死了。哦，这不是那个山鬼吗？哦，这是山鬼啊，是他们哦，是山鬼。选他呀，麦克。把日记拿来吧，不然你们死了要重新来。哪里？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看到。在哪呀？我操！你过来啊！靠呀！是游了。我靠！男古人和女人鱼相恋的故事，所以海洋伟大战士跟海洋女王，他们有相爱过，毁灭两个世界的爱。所以上面是在我们船上啦。对，他们在，他们刚跳东西应该是把我们东西拿走了再跳。对。对啊。没关系，就让他拿吧。这银元全部都解谜了吧？可以走吧，上去。走吧。在船上去了吗？对啊，现在船上应该有人。现在船上有人啊，我们就不理，不然我们就、欸、一个先回去那个东西不是。一起回去吗？没有，我们只要不要跟美人鱼讲话，东西就不会不见。不会不见。为什么只有五个宝藏？嗯，因为可能对啊，可能没有跟随的那个，可能圣坛的宝藏就不多吧。反正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离开，我们再开船回来的话，美人鱼在不在？不去，可以啊，反正五个宝藏，轻松。我
先往上走啊，往上走好像外面有些东西。往上走。我去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东西哦，我好奇。其实上面只看到一艘，你看到我们的船。船沉了。哭啊！哭啊！只是他们的船。那是他们的船。对啊。我好奇，我去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OK。SQ， 你等下上去一定会死啊！对，差不多。所以，伟大的古人、伟大的战士，就是曾经，可能是人类的领导者吧。他竟跟海妖女王相恋，他们说他们的爱足以毁灭整个世界。太恐怖了！又是 David Jones。可以，感觉像是他们不知道，可能两个不被祝福的，还是其实有一些阴谋，才发生后面的事情，不知道。哦，我也回去哦，这边看点没东西。Exchange the patrol 啊，我们可以对他们使用 Expedo Patrol 呢。诈欺者自动，他们好像是那个。哎，他们是黑曜石船只，他们下来了，对，他们下来了，对，我被崩了。那他们可以拿我们的东西吗？不行，不行啊！我们要他跟美人鱼讲话才可以啊。Hi， Hello， Can we hear me？ Hello， 你是中国人吗？哎、hey, ，Hi， 他中国人，不想知道日记在哪里吗？嗨，要不要我带你们走找日记？要带你们找五本日记吗？我死了。没关系，你朋友，你的船在楼上，你不会死。四个女生欸，女生、啊、四个，刚没有，刚刚是个女，是她是个女生，是一个的四个还是个？没有，是不是的是，等一下有三只鲨鱼追着我，我要躲起来。对。他们超可怕的。哎，起锚一下，哥。起锚。居然要起锚？对，等一下，起锚过去了。为什么你们两个也挂了？他们直接抢回来了。我们是直接返回啊。鲨鱼、哦。我以为你们是被打死的。没有，我们是直接返回船，然后船就在这里了。为什么我的黑曜石枪不会发光了？那我们开过去咯，我的刀也是黑的，我的枪也是黑的，好远哦，人也是黑的。新的 skin， 光影 bug 吧，应该有可能。哎、欸，那如果我们开去离他最远的那个珊瑚的遗址，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绕回去捡东西，应该不知道，可以试看，我没试过，鲨鱼不下来。我感觉应该别人的都可以拿你的东西，就是人鱼的话。可是是不是他要跟我们人鱼讲话才可以？嗯，你往右是的，但应该只有我们，好像我听官方看官方说，好像只有自己可以跟他讲话，对方不能讲。哎 ，Michael， 你往嗯不，那假如抢劫的话，不就抢不了了？不会啊，你会就在旁边等他过来，还是说可能等他讲完，我们可以等一下开船过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啊。Michael， 你往恩走，去另外一个等哦，然后让叫那个 DK 直接 TP 回来。我问他们有没有带他们找日记。哎、欸、，TK， 你不能从下面美人鱼哦。可以啊。你如果最后一个讲完话的话，你会直接把里面的宝物一起丢出来。会啊，但我好奇是会不会我们等一下自己回来，我们还是可以跟海平面上美人鱼讲话，把宝物拿回来。对啊，所以我意思说你回来的话要自己要死掉是怎样？拿枪指着我看。你说如果我死掉吗？好啊。我没有，我说如果你死掉，然后我们去解。离他最远的那个美人鱼的东西，然后解完之后，等一下回去拿。他说与附近的人鱼会面，取回存放在人鱼雕像的宝藏。哎、欸，那如果我跟我这里的美人鱼，如果我下海离船太远的美人鱼会吗？应该不会，他是不同的美人鱼哦，他是不一样的美人鱼，他是带着宝物的美人鱼，不是一般的美人鱼。
嗨嗨，小心鲨鱼在你后面。他打框框是简体字吧？对对对，所以我看不到。哎，要再往 N 哦，你要再往右吧 ？N。Michael。嗨嗨嗨，你别走我呀，你别走我呀！哎，脖子脖子 A 六，你要做啥？你别走！哎，你头上有鲨鱼。N 一偏 N， 这是打一排口吧 ，Michael？ 快淹死了 ，TK。对啊，我快淹死，我要。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呀？怎么玩到了这还？我刚刚船不是我船在上面不见啦，沉啦，我的朋友回去了。刚刚不是你们把我们的船用沉了？我以为你们要打我们，所以我们就先动手了，不是故意的。你要原谅我。哦，没差，我们没差，我们反正没差。啊？你原谅我？是吗？我说我们没差。没差是什么鬼？就是没有关系。没差。没差是吗？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问 Michael 怎么翻译，谢谢有现代翻译。没Michael， 好感动。他说很感动。我们那边你还能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哎，你去哪了？哎，人呢？你说什么？我没说什么。那你带我找一下日记，然后他的口音太台湾，这不是台湾吧？这个口音不是台湾啊。明显不是啊，这个应该是大陆啊。我说 TK 的口音，我知道啊，太正统台湾口音。就是我队友说，麻烦你带我们找一下日记，然后我们有东西可以给你们。啊、不用不用，没有东西不用给我们也没关系。你要不先下来，叫你朋友赶快下来。五本看完走。他说叫你们先下来，就没有回去。找五本走。那我们那我们可以开船回来吗？我不要，我就回家。你们可以开船回来，可以，但是能不能不要打我们？我们刚刚不是故意的，我们以为你们要打。他说他不是故意，他以为我们要打我们。可是你们还是要跟还是要跟美人鱼讲话吗？不然拿不到东西啊。可以，我可以知道挖一个，可以。好丑啊！哎，你们可以下来。他说他们的船过来，不要打他们，他们也不会打我们。什么鬼？他这样，他这个人。看是谁先那个，我记得我曾经有一锅有人说不打，就还是打了。对啊，不要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不过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要不然这样。要不你先带我找吧，他们游上来好久啊。好啊，我带你找，你等下再带你朋友找。好，谢谢你。第一本我怎么感谢你呢？你不要找第二本了、啊。不要啦，就这样吧，就。哎，你人呢？哎，人呢？没有你看完了？看完了。你没有看好故事，就这样看完了。好，我带你去找第二本。第二本在哪里啊？在那个往我知道，我知道。第三本相反的方向。不是啊，第三本相反的，相反的吗？对对对，嗯、在一个在地上有水的地方。不过我们有解谜解完哦，所以有些地方。你下次还会长不一样。你有听到吗？因为我们有解过，哦、我们有解谜了，所以有些地方长不太一样。但我可以带你找日记。好，在教我做事。谢谢。这里，你的墙壁穴。这里。哦，啊，这里。可以了，哎，人啊，这里，第三本，我第三本在哪里找到的、啊？小哥哥，你哪里人？在第二本的反方向的窗台，过两个弯的窗台。是啊，是啊，红色山回来，红色山的窗台，窗台。嗯，草共，红色珊瑚。对。等一下、哦，吹喇叭的附近吧。对啊，你直走啊，现在。对，那里直走，那里真的直走，红色。直走啊，直走、啊。要转右就是红色珊瑚。对对，这边。
第三本。他在对，他在那个对，对对对。好痛啊、Michael 转着传一下、哦。嗯，好、哦。这个手柄，这里第三本，这里好。啊，怪撞。怎么那么像、欸？你去哪里了？谁的 ID 呀、啊？啊，这里。哎、欸，那个艾伯格啊，艾伯格啊，哇！你在说什么？啊、听不到。嗯嗯。第三。他们是不是都方向感不太好啊？我跑那么快，他们都不停，找不到我。看我健步如飞。可以，不是用你按美人鱼回山上，然后回去见他。他说他找不到我了。这里。啊！我跑太快，找不到我。这里，这里第四本。好的呢。OK OK。读完了，第四本读完了。第五本在这。我也要读，我也要读。每个要塞的每人。你等一下，请你朋，请你那个Lily Chen带你们去读了。我五本都跟他说了。但我觉得他已经找不到。这里第五本。我就忘了。谢谢你。只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解谜了，所以有些宝物我们拿走了，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解完谜的样子，下次以后再自己解。好的。那你就带你朋友去找剩下的吧。好，谢谢你。喂，拜拜。有缘再见。有缘再见。什么？我要回山上吗？看你啊。我回去啊，不要这样好像回来这样我就不好意思，好像我又在偷懒。我现在在做外交。对啊，外交也是一个。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台湾人，但如果我说话不算话，我会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只要跟别人联盟之后，我原则上是不打别人的。我们刚才什么话都没说，我们就被干了。对对对啊，那没办法。欸、T 哥，你要不要去左边的岛看一下？对、欸。Michael 开一下头，感谢 Michael。感谢小耳朵。回来了，回来了。Extreme Patrol 呢？这个中毒婆真的。那这样，那 Michael 你的 Extreme Patrol 呢？你的护心咒？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的？对啊，可能是艘船吧。是艘船哦，那没有水不就是毁了吗？没关系啊。哎，你们是不是快撞了？那个鹿还能在天空上跑呢，我靠！没错，我们快撞了。撞了。没关系啊，是已经撞了。就像四驱车。我下去。哎，前面有艘单尾。对啊，直接下锚吧，应该停不过来。单尾在接啊。下锚啊！这时候船被开走很可怜，我修船的话，一下。这单位好像 Michael 在开船，我都没有。您是在攻三桥？您是在想屁车？您是在攻三桥？所以你们要下去吗？那下去是别人解完的，你们就不知道原本长什么样子。对啊，对啊。去瞟一眼呢、啊？你可以去瞟一眼。我先收板机。怎么下去比较快啊？游下去，我先跟。所以他那个漩涡没办法跟着走。好像没有，我先去跟，我去跟对方借一点物资。借会还吗你？不会还。你会还吗，大哥？我能全部搬光。不会玩，不会玩。哎，收到什么任务？哎，47个，47个炮弹。哇、哦，全部搬走，全部搬走，全部搬回家。如果我们这样回去。如果我们回去有美人鱼还在，那代表说就算你被打成也没差、啊、反正最后再跑回去。那你应该说你来这里美人鱼会不会通用？没有，美人鱼没出现啊。你这边的美人鱼就没出现，我觉得应该不会通用。啊臭呢？哎，鱼附近美人鱼会面。等一下我下去看一下下面有人鱼。啊臭呢？啊臭呢 ?Battle Patrona。
伯爷你，伯爷你来来借东西。哦，有鱼有鱼，奖杯多鱼呢。哦，玫瑰破船，琥珀。好，先这样，应该够，应该够了，不要再拿，不要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就好。什么？你拿不完吗？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帮你拿。不要，可以，牛逼。就觉得拿太多了。留个事情，你们要不要先下来找秘籍？嗯，可我怕已经解完谜了，我就没有解谜的乐趣了。我操，里面怎么有只鲨鱼？下次再来解谜。对啊，因为它那个会变，它的那个地图会变。啊，它地图会变？不不不，地图会变，就是像刚刚他跟我看日记啊，但他就没办法解谜啊，所以就变成说，他就少了那个按那个按键的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离开吗？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去找那个。嗯，刚沉船的，沉船的地方，我就要下了，12点了，哇，超远，超远的、啊，好、啊，要不然就往、往那边走喽。嗯，先开过去喽。啊，超的，嗯，他们来得及回来吗？来得及啊，除非来不及。动呗，我已经下反了。有个鲨鱼直接送我飞机、嗯，靠腰。可能。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可以。那就加油。所以我们要往西南走。西南。所以宝库比较像是副本，对不对？你们刚刚是打宝库吗？没有。它每个地图里面有一个宝库，一个区域有两个圣坛，然后圣坛。圣坛好像是这样欸，每个海域都会有两个圣坛一个宝库欸，嗯，只差在那个火山地区就什么都没有，有够可怜的，没有，那边一直都没有更新，嗯，所以说在他们的世界中，朝贡两个字就代表尊敬、伟大的意思。为什么这里是没人解？里面的东西都还在。嗯、那人去哪？该不会跟我们去找人解？箱子都还在。那感觉这个任务好像，如果真的我们回去。你可以把宝物拿走啊，那这个任务好像不太需要担心被抢，只担心被守在那里不让你拿走。哦，这个地图蛮好。他一直提醒我要去跟附近的人鱼会面，取回存放在人鱼雕像的宝藏。你们有跳这个提示吗？没有欸。有我有。没有跳欸。哦，看到人了。哇，怎么都诅咒炮弹？这样进去吗？去。Hello. 我们两颗牙仓。Hello.我会去过鳗鱼点吗？哎、欸，不会，好像在往，要不要往南走一点？嗨，但是往南，现在往南的话会船员呢、欸，要打船员吗？哦，当然不用了。对啊，现在正南方就是船员的。是哦。哎、欸欸，等一下，正南搞不好不用哦。它每个圣坛都有一个图案。真的吗？真的可以，会长得不太一样。这正南刚好逆风。正南是一个人名，是吗？嗯。你看过蜡笔小新？叫正南，有啊。嗯。这个要这个比较多东西，我现在带着这个。哦，是哦。嗯，它里面东西超多的。
在那个是圣，所以他的那个宝石是吧？宝贪婪那些是随机的吧？感觉也许是哦。里面搞不好是随机，每次进来可能他数量不一样，我最多就二十。应该说你能够存放最多二十，也许宝物里面的宝物可能最多有可能只有二十。对啊，要不然那个数字我猜不到，从他们怎么设定？对。前面是 Dagatus。Let's venture a patrol now。待会增加身体结晶。我靠！对啊，你可以下次来进阶看这个，因为感觉不错啊。那地图设计还蛮好。OK。有点看不太懂。什么事情？那地图设计。你说你那个地方吗？对，它有一个地方的水是倒的，就是它的水是从上往下，但是不会流下。不过我觉得你可能看就像那个，嗯，就像那个之前活动的那个电影，你如果有看过，它不是有一个地方是水在上面，然后人可以直接穿上去的那种，嗯，杰克船长的那种水，看起来很屌。不过我出来，如果有时候看不太懂，会觉得怪怪，有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对方已经解过了，不太知道它的那个顺序。我靠，不是吧？我在。这里面死掉会直接在里面复活，是哦。对，我在里面死掉，我直接在里面会在雕像附近复活吗？应该是吧。应该就像解故事一样吗？是啊。然后再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如果从高处掉下来掉到鲨鱼身上，你会受伤。可能背上的刺吧，很刺。嗯。我刚才跳下来的时候，不然踩到鲨鱼，然后我受伤了。或者你踩到它，马上就反咬你一口。啊，这有可能。而且这个他讲这个附近的人鱼的样子，反正平常我们要做美人用的那个美人鱼长得不太一样。等一下可以看看，它背后好像有背一个东西。哦，嗯，看到。所以人鱼是好人嘛？海妖是另外一个种族的感觉。是海妖是另外一个吗？另外一个种族吧。古人鱼跟古人变人鱼，跟海洋爬行者。反正目前就这几个嘛，海洋爬行者、海妖、人鱼，跟我们这种海盗这样，还有幽灵、骷髅。幽灵的原因是谁？幽灵应该就是因为 Jet Sparrow 那个时候出现幽灵的那个。但自己幽灵是哪一个门派吗？再说哪一个派系的就不清楚，因为他也可以跟骷髅头 PK 啊。幽灵应该就是跟我们一样是那个吧？是死掉的海盗了。对啊。然后他们就跟 Jack Sparrow 一样，就是跑出来。幽灵是幽灵，三个种族不一样就会打架。嗯，但也是我觉得最扯的就是为什么宝藏要塞
幽灵跟那个灰暗之主，苍白之主跟骷髅头会在一起合作。明明岛上的骷髅就会去攻击幽灵船，岛上的骷髅会跟幽灵船？没有吧？幽灵会打船长啊？没有，我说岛上的骷髅会攻击幽灵船啊。如果你去玩那个火刃号的火头的时候，他们会打。他们什么时候合作？就我就是他们不是同一个势力吧？对啊，但是宝藏要塞他们又在一起，就很怪。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官方根本就硬把两个凑在一起。除非他说还有小心。宝藏要塞是官方想不出来更新什么才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偷偷摸摸其实有把宝藏要塞，把那个火头现在不会被骷髅城攻击。如果有的话，那个细节做得真好。然后如果在那个这个要塞里面卡 bug， 你们就回到要塞里面，开 PP 和要塞。是哦。对，我刚才试过了，刚才被人卡了一下。我现在在想着各种方法回船上，可是最近有点。你现在只能返回我的船，返回你的船，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返回了。你可能受到那个那边海妖的诅咒。啊！看，我刚刚按返回我的船，然后就被砍死了。靠呀！你是被他砍死了？被那个骷髅头砍死，被超多骷髅头。这个地图超多骷髅头。哎，他们真的有拿到瓶中信，在几？我不知道，那两个人不见了。看到你的外貌就逃走了。他们两个好像是不知道是真心的还是假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没有半点服装。看起来是假的新手。我的船在龟速行驶。Michael 手上一直拿着番茄。对，然后我一直无限复活在这个击败的要塞。太厉害了，有无限的番茄可以吃，不是，是石榴，不是番茄。哦，回去了。他们刚刚那个说法也太妙了，他说什么？他打掉我们的船是因为他觉得他怕我们会攻击他，就根本就直接开炮嘛。哦，你应该没看到他那个炮打了一个之准，一发电弹过来，中弹直接没了。不过你刚看到那些人是你遇到那些人吗？不是吗？是啊，他叫什么？一样的。哦，一样的名字哦。因为我杀过他。哎，那就有一点不太科学。他们一整个所有人看起来就跟光光一样。对。就跟 Michael 一样。Michael 在吃播。他在吃一波。他在吃播，他在开吃播。啊，无限的！啊，我才发现原来石榴是有裂开的、哦。对，我现在才看到。对啊，自己看都是完整的。看一下3D 阶级有什么特别的？那是枪看起来不错看。你说南瓜枪吗？对，那是 G。我对于它的套装比较有兴趣。你说100的那一件？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被诅咒着探险者弯刀有点丑。然后什么46阶那个？46阶传奇海盗的专属奖励那把刀，对，看起来像玩具刀。对，然后60阶的那个蜡烛的绞盘，蜡烛的猫，蛮酷的。剩下
他第四赛季会维持多久啊？没有啊，正常是三个月啊，一个我们所谓的一季都是三个月啊，只是三个月。对啊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只是他这次九月可能二级要去更新了吧，所以下次没意外，我觉得应该会是十二月，也是这个时候附近更新吧，更新下一个赛季。对，九十阶的那个乐器蛮好看的，八十阶的提灯我觉得蛮帅，叫萤火虫提灯。哇，我们船上炮也太多了吧！100阶，你跟刚才那位老兄借来的吗？对对对，我借了一点点。没有，你可以知道汪达的故事吗？我知道汪达不就是诅咒、诅咒炮弹的故事吗？对。我那时候什么故事、啊？汪达那个戴面具的女人就是汪达、嗯。但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我记得大家都不知道。是后面他只是一个 NPC 在饭店里的，后来到了黑暗兄弟会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王导，也后来也才知道他跟诅咒炮弹有什么关系、啊、当初他诅咒炮弹就是他做的、欸、对对对，骷髅船出的时候的诅咒炮弹是他做的，他就是黑暗沃斯密斯啊，是吧，沃斯密斯就是王导吧。我帮你，我帮你，你解决那个。好、哦，最近在这里捡到一个冰东西，我也去看看。什么？是我在船上吗？没错，首席魔法师。完了，我的目的地是哪儿？哦，是朝贡圣城。没错。我们下一次了吗？嗯。我们去把我们的宝物拿走。可以。然后波鱼就可以，我卖完波鱼就可以休息，我也差不多。休息的。明天晚上再来开。没错。看有没有机会再开。明天我可以啊，明天礼拜五。我要看我可不可以。我不可以，你要玩也可以，你们要玩可以玩啊，你不用理我。照这样的程度来讲，好像没有遇到怪的话，我一个人应该会。但那时候单方就两个人解决。就看如果真的被抢，如果那个，那个美人鱼还会在，那根本就不用担心宝物不见了。对啊。他可能要。留下新手吧，之后再开回来就好拿。对啊，除非一直有人堵在那里不让你拿。那实际上的财务很少，只要有时间。嗯，没有啊，我觉得一部分可能会人抢，是为了成就吧，为了成就而已。但我觉得这样效益不大，因为你要等别人把宝物拿出来，你才可以抢到。跟密室差不多，赚的钱不多，只是单纯为了那个成就而已。更为安全的赚钱方式，只是密室的话你还是可以抢得到，但这个他不把它拿出来你就永远拿不到。那设计还是有漏洞啊，也许以后会改，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于一些玩家来讲比较友善，对于新手来说对他们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开坑。对，对我来说可能就那样。不过我们就在享受这款游戏的美术风格。哦，我们要到喽！好、哦，我回来。我们要回去喽。美人鱼到底怎么把我们送回去的？是我们骑着它游，还是它带我们游泳？没有，你骑着它这句话可不可以？它骑着你游。不是我，我没有。你的心态心术不正了。骑着它游。是，你骑着它游，它要怎么游？它就是它游泳啊，我跨坐在它上面啊，然后。架死他，不是架死他，架死他。这句话也很奇怪，算了，越讲越奇怪。我觉得应该被编排了。小恩说：“我怎么还没沉船？我们沉过两次啦，有一次我偷懒，不是我偷懒，我挂机被打沉，那我们就没了。有一次是我们下去海里面，然后被一艘船打沉。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下去海里面还要打我？他们刚说了。”
他说他们以为我们要打他，我不知道他哪个来心理做事。对啊，我在下马。哎、欸、有哎、欸，我出现了，有出现了，我们就可以拿东西拿下。等一下，我后一下，放了，我不用下了，放了，输了，太慢了，他沉下去了，哎、欸，他沉下去了，因为我们过头了，为什么要沉下去了？因为我们过头了，你们先起吗？是谁？是谁？是我，我刚鱼还没到，对不起，敢不敢沉船？已经沉过了。敢不敢抓到炸弹？对，是我说，对不起，我好累、哦。要看那条三尾跑了，不见了，变了。那我拿宝藏哦。等一下，我想看。我要看，我们想要观察一下那个美人鱼。你游过来啊，你游过来。不要，我们把船游过去啊，这样也比较好拿。把船游过来，不是把船开过去，不是游过来。从口里喷出来一些宝藏。想要好好的观察一下那个人鱼船尾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应该先了、哦，我们应该先了解他到底怎么把我们带回船上。他是背着这个啊，所以应该是我们背在他背上吧，就是坐在这个里面，就像他背这个东西。是的。可是你看的也不是这个人鱼啊，像背婴儿啊，这个他一次只能载一个人。这个人鱼是带宝物的人。对啊，所以我说他，你看他背上这个，我们就是坐着这个回去的。对啊，就像那个什么桃太郎。他女的、欸，所以他不是牵着我们的手。是女的吗？他男的吗？是男的吧？为什么我看的是男的？我看，我怎么看都男的。对啊，喉结啊！我操，他有喉结吗？人鱼的构造跟我们差不多吗？你看他有喉结、啊，大家在观察他、欸。有男跟女吗？这个是喉结吧？我看是男生啊。谁在打丢蛋？是Michael穿过的耶。丢棒球。哎、欸，他是收集宝藏，好收咯，收啊，收吧，收集宝藏。哎、欸，你要记得录影哦，你要不要站后面一点录影？哎、欸，鲨鱼出来，鲨鱼出来，鲨鱼也收集出来。他要去，哎、欸，他消失，他宝藏就没了，那是从背上丢出来就没了，就往外抛吧。他是分散开来，他等于是浮出来。他的法杖是另外一个颜色，哎、欸，这样有古代线物哎，对，还有古代线物，其实它是一个会有一个古代线物这样，应该不会吧？他们刚刚没遇过吧 ？Michael， 你们刚刚没遇到？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水机。不过我们遇到很多是什么成年的老者之类的，我擦，鲨鱼肉。如果要确认的话，可能就下次你再来朝贡，看是不是都是古代线物。如果说还太好赚了吧、哦？哇，那没跑机就有古代线物这样。对，我们没有漂流瓶，所以没有海洋之息。对，没有海洋之息。啊，去喝吗？海洋之息？去劫掠吗？可以啊，劫掠顺风可以。OK。繁条用。所以果然要到这个附近，它才会出现。所以就算我的船再怎么沉、嗯，反正没有我们的口令，它也不会把藏也不会吐出来，不会把宝藏吐出来。就一定要不要别人、啊、等别人捡完东西之后才能才能打沉这样。是啊。但我聪明的人也会想说啊，旁边有一艘船，那我们先不要捡。对啊。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这个不捡，然后我跑去另外一个圣坛，然后把。不会影响，我刚才已经另外一个圣坛爆过。不过我觉得应该会是个别的。对啊，个别的人鱼啊，等于是去那边的人鱼就有。所以我们可以跑完，全部跑完所有再回来的，就是一个留一个人，然后全部塞进去之后，到最后开一艘船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可以一次攻占四个。可是你就要去，你又要去四个地方再拿，就这样投资报酬率有点太。该怎么讲？就要花很多时间在航海，海里刷海里，对了，也是可以刷海里。我是没有特别在意海里，但这样不得不说，对新手来讲蛮友善的，就至少你的东西不太会消失。我觉得这个游戏太多新手退坑，因为被抢。可是被抢，
好啦，但是就是我们也是被抢大的了。其实就新手就很怕被抢。是这样说没错，可是你要想啊，如果像你偶尔玩一下，然后结果花个一个晚上，花了四个小时，想要认真玩个游戏，然后结果就被抢，那你就很不爽，对啊，然后就不想玩。我是还好，我觉得还行。我会认栽啊，我打不赢就算了。对啊，不过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那个，但是这时候就说了 ，disco 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找到一群至少有得力的助手跟靠山。Michael， 哈利波特，不是什么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啊，可以耶。欢迎 Michael 跳舞12点啦！欢迎加入港口药啊！不行，我们社团已经100个人了，虽然里面幽灵人应该很多。我们的四周筛选的幽灵人数起码有80个，我操！我才有，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可以先把室友踢掉吗？那室友先踢掉了。小心啊，室友人在看直播，你小心说话。没关系，室友还好，不影响。好友跟室友加成是一样的。我说反。啊，所以我们的室友到底是谁啊？小花。我觉得他走路上去了，没有人在防。心虚了一下，谁心虚了一下？心虚？我没有心虚啊，我觉得还行啊。因为寝室室友，对那游戏来讲，我觉得没有到影响非常大，就是有加成。但你看啊，对啊 ，SK 都一直邀请 Michael 跳舞就有加成，你又不可能一次邀3个人跳舞，对啊，所以还好。这今天要打3次居住那个巢穴。哦，我还没有，我想要金色回响，我还没刷。我一级、二级、三级都打了。咸鱼说被抢也是游戏体验，对啊。对，我看到了，是没错。反正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你跟这游戏合得来就合得来了。像我喜欢这款游戏，是因为就是你每次上线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会说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很无聊啊。那给谁？这个你看上面应该有贴商人的标志，这个是那个奇特异物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淘金啊，他就是披着珊瑚的、的宝藏。他不是随便都可以啊。不是，你只有那个海洋之息才都可以。我们哈利波特是不是要搞到第七圈了？我有在想这件事情呢、欸。我们要筛选一些幽灵成员。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呢。我觉得可以休闲，但是我不希望是幽灵。OK， 所以要怎么一分到80个幽灵呢？他应该又可以踢了吧？上线时间呢、啊？他上线时间如果很久没上线的话，那3天没上就踢掉，你就先打好。不过你会觉得我们3天吧？你2天的话，有些人没空。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休闲为主。不然你可以说那个、啊，如果真的会是工作繁忙，没办法常上线，你就先讲过就留着就好，就请你退会。可以就可以。咸鱼说他要转学院，不过我觉得，知道哎、欸，我原本想说的是，也许我们可以创个 disco， 然后那这有加进来的我们都不会退，没加进来就代表连看都没看。没错、哦。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拉一个频道，哎、欸，不行，不要闹，这不行，不能这样搞，海盗就海盗啊，不能这样搞。可是我们好像都在这里玩，海盗哈利，那但没关系啊，但我们不能，对啊，这不是我说了算的。需要配方，刚说有没有你自己的既有频道的话，你用你自己的频道稍微开一个聊天的就好了。其实我好了，谢谢大家，晚安。谢啦，我也早点休息。欸，为什么我在收物资？应该不用收啊。习惯。对，习惯。他的舌头会发光欸。头可以塞进去。哦，我懂了。他应该是把人名 mark 黄色，才不会一排白字，你也看不出什么是人名。有可能。吧，有点忘了。说不定外国人的名字叫 Join the boat， 然后你说 Join the boat，Join the boat 吗？对 ，Join the boat，Join the boat， 然后就变这样，那他就直接干脆把他 mark 变黄色。最近觉得这一套这样配起来蛮好看的。
个宙斯的那个，配这个船，配这个船身，我觉得可以。什么宙斯啊？凡尔赛的战队。这是第宙斯。对的。怎么转学院？没办法转学院吧？转学院可以转学院吗？可以吗？不能吧？目前应该不能转学院吧？也许以后会有花钱转学院吧，我猜。以后我要去格莱芬多了。谁？你要去格？因为格莱芬多都会打赢。靠呀！我感觉奖励很多。你想想看，格莱芬多那么多人，还有什么协助任务啊？什么学院协助也很多。可是格莱芬多他就是他学院活动第一名好了。他顶多就是很多的烟火吗？不、哦，就是那些协助任务啊。哦。我其实没有试过那怎么开，经济森林那个好像是要充钱，不是你要氪金啊？氪金之后会有个任务，对，然后你要请别人帮忙，这样的话那六个人能一起获得一些金币的奖励。哦，啊，如果我帮他，我也能一个人氪金，然后所有人都会有。对，一个人氪金，所有人得一眼瓦刷。那 Michael， 我们派你氪金了，可以要骗你氪金吗？哎，没关系啊，那个再怎么得东西也不会到。差很多吧？差很多不差很多吗？会吗？不会，只是那个什么，那个通行证等级一天升十二级之类的。可以，有点扯，一天升十二级。Michael， 你跳出来，我看能不能查到你。不如我们就在社团上问，看有没有大家觉得有没有需要创 DC 群？有吗？好啊。而且我觉得它的功能太少了。就是只有社长跟副社长，然后也没有什么级长干部，这样根本不知道怎么搞。我们就20个活人，哪需要那么多干部？当然是的，但是有 Discord， 我觉得好处是，也许偶尔可以来一个什么制定规则的交流会啊。可以 ，Michael 屌虐。交流会不是在屌虐，交流会是在……哎 ，Michael， 你来看一下啦。看什么？看你屌虐啊！不是，我操，这个兔精凤凰的车，这样没错吧？什么东西？这个项链蛮好看啊！这就是 Insider 啊 ！Insider 好呀，蛮好看的。我有另外一个舵，上次得到的。为什么你还拿到古代幸福宝箱？你不是卖掉吗？嗯，他在我的心里面。可以，那边。看起来就很像黑曜石。我看一下，这个。一个模型而已。白曜石啊，这样。蓝金刃舵。白曜石穿舵。你有看到吗？蓝金刃舵。看到了，哇，太帅了，帅的我直接下个毛，哦，原来已经下了，那没事，可以。但是有点偷懒，这种二P色太偷懒了。但是另一个颜色的黑曜石，对吧？蛮 OK。黑曜石好看，嗯，只是它的反不会发光。黑曜石的大炮跟银刃大炮根本是一模一样。然后是同一个模型。对，然后我没有毛，因为毛拿不到，那个只有抽奖或参加比赛得到的。嗯，可恶，应该说什么工作人员应该也要给一个毛？没有，开玩笑。你应该说主办人给一个，工作人员太多了。不行啊，不可能这样了。其实真的累的还是工作人员啊，主办人出一张嘴就好了。没有底下的人，主办人永远办不起来。大家很多人还在问第二季什么时候？是第二届什么时候？所以冠军奖励就只有船吗？那个不是财宝，4200块。那个不是只有哎、欸，那个是得不到的，那很难得。那个只有抽奖抽得到。人民币4200块。我知道人民币4200块，我看过，只有找没有看过。所以到时候你们就接下来没意外，我猜黑曜石的东西应该会全部释出上出来吧。这次就说，这次都说要送大炮、送船头了，那船身怎么可能不送？我要船锚、啊。这次是宝一定拿得到，看 Twitch drop 啊。
所以，哎、欸，这次他比较不一样。哎、欸，他这次就有说，这次是你只要有参加 Creator Crew 就是创作团队，都可以开台，都有掉包，不会像以前有些东西是只有那个 Partner 才有掉包的。这就是我要开台了，各位。可以，好，没问题，可以。首席大法师，看你的，这就是黑曜石的钓竿啊。他钓的鱼会比较厉害，看起来你的逼格好像落一个档次。啊，这个发光的鱼竿，这个发光的鱼竿，没有，我这没发光。但我觉得黑曜石根本就是银刃的翻版啊，或是银刃先出来黑曜石。哎、欸、，Michael， 你那这是什么鱼竿啊？他那个是苍龙，我是灰烬。灰烬啊，什么苍龙？是灰烬吗？狗屁东西！灰烬啊，魔鬼鱼的。哎、欸，我怎么看到刚刚有谁用苍龙？啊，还是 HK 都用苍龙。对，这个是银刃的。听到灰烬有发光，马上改灰烬。这个逼格档次又落下来了，都不会发光。这就是蓝金刃的杯子。哦，你的幽灵杯里面水杯会掉出来，水会掉出来。没有，还在喝呢。现在绿色的液体，那是兔吧？好喝，那是兔。很小心的什么？好喝，什么好喝？有点怪啊。好了，反正造型应该慢慢的全部试做出来吧。喂，我看一下现在充号多少版，还多少页，看我能不能做一个称职的新手。什么意思？你就称号吗？但对、啊、我觉得，黑狗还有那种传奇海盗、黄金传奇这些应该都不会再出了。他那个页数改了耶、哦。是哦，看一下。他变成阿拉伯数字。哦，真的真的，以前是一格一格的。但那也是他可能想到，万一太多格子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要摆。我有13页，靠呀。他要摆到什么时候？什么是什么格子？下面这个啊 ，page up 跟 page down 啊，之前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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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的格子，他现在是全部都是。用数字的，总共有第几页这样？13页的称号。嗯，哼，简简单单。所以账本已经结束了。账本。对，我还没开账本。账本还没开啊。新的账本好像是送船锚，还有。对对对，但要下一吗？那下一次8天后、哦，就跟上次更新一样啊。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不用试着冲账本，除非你们之前还没解到。所以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如果一直都是最新的，所以它会有一段过渡期。嗯，账本多少会送？没有啊，就是看啊。你做个20万、20、30、40万就够了，绝对。就是你看账本的前面两个啊，前两名才会有啊，后面都是称号。很简单啊，账本。其实可以的、啊，因为你如果账本跑不出来，你说奖励还是什么涨不出来？账本，然后点死神之谷，点下去之后，它就一直转圈圈。可能要重开一次吧。Michael 真醉了，他醉了，他醉了。我们可以用特殊的方法唤醒他。然后这次任务比较特别，是你全部的成就，沉默的王国的成就，如果都解的差不多，就可以去跟那个 Lorena 直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Larina， 哦，酒馆外面那个，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完成 Larina 的沉默的王国传奇之旅，发现沉默的王国最后的谜团。你这个解完之后，你就有那个诅咒了。这哪买啊？哎、欸、，Michael， 你这样还是醉的吗？你说那个传奇任务吗？对啊，没醉啊，好像我被吓醒了都，我操！可以。Larina 里面有那个。有一个叫做沉默的王国传奇啊。Come back when you're buying the girl。来帮我解伤人啊。遇到那些沉默悲伤的船造型哪里？确认一下。王国之旅就是那30本日记。等下，30个就是各个谜团里面的有5个吧。哎、欸、，Michael， 带我解伤人。伤了什么垃圾？4级满级，哦，明天4级50，明天找4个人一起刷货就完事了，10分钟搞100卷出来，直接冲75。
有新的那个、啊、新的那个绞盘，沉默悲伤绞盘。那个太悲伤了。对，就是你要。我好奇问一下，如果我抱着那个，哈，跟商人买的箱子卖掉，会加吗？你不给你卖，他不管你在这边买，他不给你卖啊，他你在这边地方卖。哦，烂透了！你怎么烂透？这就是有这种。那氪金商店什么卖？氪金什么？氪金商店。嗯。你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卖？现在。这次就是两个表情吧。然后跟尼罗河、啊、胜利武器的姿势，还有。小丑。穿皮肤。小丑表情就这样，还有提灯。小丑表情。小丑表情你要看吗？蛮有趣的啊。嗯，精灿尼罗河提灯。对啊，提灯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它是，它就是那个 SK2 有，它就是火焰会出现火焰的样子，然后旁边是空的。Okay. 然后我记得更新日志有说，服装商店有出新的服装，有一套，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奥利弗至尊顶袖帽子。Oliver、嗯、还行吧。我看衣服，我比较在意衣服。哦，这次长得好像不太一样哦，比较花俏一点。好吧，衣服看起来还好，帽子比较好看。Please come back。除此之外就是海底的更新了，大概就这样吧，这次更新。然后就是想要黑曜石的就去 drop， 赶快看看新的特别活动，我有解了，还没开始啊，我记得，我看更新日子还没开始，新的更新日子你赶快放20分钟就有了，对啊，你要看有掉宝，新的这个特别活动亡灵怒火，我觉得怎么跟之前那个很像，万圣节啊，万圣节啊，对啊对对啊。他不就是之前万圣节有一个吗？什么击败幻影那个？就在偷懒。哦，它里面是做什么？他的奖励不错哎，那个杯子很好看哎。蜘蛛的大炮。他上一次不是那个蜘蛛的那个妆容吗？有点类似，那个、但是那个眼睛，但这个样子不太一样，还蛮好看的啊，大炮蛮好看的。嗯，然后说在解什么任务吗？我看一下，哦，就是去打一些，就是打那些诅咒大军，就这样，就是。哦，有，的船头哎，就一套收藏家，收藏家，竟然得收藏家船头，这么佛心吗？你要杀大量的骷髅啊！他底下多少骷髅？他没说。可能1000只吧。哇，有嘞！10月7号。只有船头吗？他没有其穿别的穿皮肤吗？目前这两个船头跟大炮，我跟你讲，官方很会整，很喜欢这样，就是他就是之后就是要氪金啊。对对，他就是故意给你一些合不来，就是合不起来，让你会想。哦，上次那鲨鱼活动就是这样。对，没错，上次鲨鱼也是啊，不给你全部系列，然后再去买。嗯哼。但那个青蛙挺佛心的，就玩那个青蛙游戏就送那个产品。但是你还是要 Game Pass 啊。可是他后来有出收藏家的青蛙。嗯哼。反正好看的，可是他这次竟然送收藏家的传统。有啊，赛季一个蓝色的帆，还有一个凤凰的。哎 ，TK， 你在商店里面吗？我没有，我在船商店啊。你说赛季有什么、哦你？你把它开一下，你开一下商店，随便开一个。就开，就是你开进去商店，跟他讲话。哦，你要看能不能把我拉走？我在讲话了。对对对，我看一下。可以啊，你还是可以继续跟他买啊。没有没有，不行，画面整个跳掉。哦，你说赛季有送蜘蛛的吗？哦，衣服吧，衣服是啊。哎，麦克来帮我擦东西。哦，所以这次衣服也是邪恶之王的主题。就这次送的大部分都是邪恶之王的衣服跟帽子，所以没意外。哇，那个钩子是蜘蛛脚的脚哎，
看来这次特别活动也是蛮浓的。那把刀还挺不错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太像，很像玩具。我觉得脚盘可以，它有船锚哎，我们可以刷绿。可能它是蜡烛的，它应该不算是不是这个蜘蛛网系列。挺帅的这个蜡烛，可以可以蜡烛可以，它会发光，感觉会发光。这个胡须是金刚狼吧？所以如果全部人都穿蜘蛛邪恶之王的衣服，再配上邪恶之王的船，感觉就很像万圣节，或是全部用杰克的。幽灵火也是有他上一次的那个。对啊，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人穿了。最以前的那个幽万圣节就是去各个地方点灯。一开始第一次那个嘛，就那个骷，你有没有那个灯啊？骷髅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出现他们所谓的二人节吧、嗯，就是各个岛上就出现了灯塔，然后就这时候更新开始。那时候我忘记了。哦。我没什么印象。很帅的提灯，就是一个绿色的骷髅。有点忘了。然后就自从那时候开始，就会有所谓的不同的死法，会有得到不同的灯。为什么你们开始在解灰暗宝箱？我要开金卷，我还差一个金卷。你在开箱哦？对啊。有需要帮你买吗？买钥匙？可以啊。你买了吗？买了。我应该不会只开一个。Michael 有钱。Michael 蓝币应该很多吧？我记得上次看是34000多。Michael 现在蓝币多少？300吧。300万哦。应该有300啊。300，怎么可能做300蓝币？很有可能啊。怎么可能蓝币？怎么可能那么少？怎么可能没有这么少？你真的信他哎、欸？我不信他。他是首席欺骗师啊。没有，现在是顶尖，掉段了。首席欺骗师。他要刷20元。你是缺什么金卷？一火焰一。哇，这个几率很低。Michael 来吧，来买来。我也可以拉胯，我也可以赞助一下。What's on the horizon today？ 什么叫拉胯呢？这种可遇不可求啊，强扭的瓜不甜。可以。要在无意中得到它，才能获得真正的喜悦。我赞助一个给你好了，得不到你就慢慢来喽。我觉得一个嘛。我赞助他一个宝箱跟一个钥匙，没关系。以前蓝币很稀有哎、欸，现在蓝币满大街都是。对，以前没有古代币啊。一个可以。好，我投票喽。他投票一个宝箱，一个宝箱，一个钥匙。好远哦！哇，这个有远。天哪，衰哦！这是钥匙还是箱子？箱子，我过去好了，我过去。哎呀，我被旁边的柱子挡到。我看到了。老，你可以回去准备投钥匙，去把它挖起来。其实我是蛮期待哈利波特的社团，可以多点聊天，也不错。都没人聊天啊！啊，没人要跳舞，超干的。大家都不跳舞，到底想怎么办啊？就没有人喜欢跳舞呗。跳舞那么好玩啊！你首先要去问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你帮他结束之后，再问他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跳一支舞，他就会说 ：“Michael， 好。”没有 Michael 呀？有找到吗？是在上面还是下面啊？下面石头旁边。有吗？有吗？有，找一下哦，我看到了。
欸，没那么远欸。没那么远吗？对啊。欸，我知道双尾哦。双尾？在后面。在你那边吗？哦，他不开走。没那么远吗？在这里。这颗吧，在这里吧，这边吗？这边可以挖吗？要不然就在这里吗？还在这里啊？这里吧。哎，欸，等一下，都猜错，该不会是这里吧？感觉是这里啊，看得到码头。好，我去帮他投票。哎，欸，25古代币，为什么我拿到25块古代币啊？阶级吧，赛季阶级吧，吧，我也不知道。你看你啊，你看你现在阶级多少？说不定刚好路过一个古代币。17吧。来喽。好，进。我们要叫 Michael 热情赞助 Michael。不过如果你火焰金卷也用不到，那个造型其实也不急着要用。来喽，来吧，枪在这。好，给你开吧，给你开吧。对，哦，没有，啊，可惜，慢慢来啊，不急啦。没关系，我还有，继续卖，继续插旗一点。好了，那你们就继续喽，我差不多要下了。拜拜，感谢啦，再见了 TK， 感谢你们，再见喽。短期内我应该还是会。因为你要说短期内我不会上线，不是不可能，我还在等。好了，哈利波特要哈利波特啊，是啊，哈利波特啊。哎呀，再说，好，我先关台，谢啦，打一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成了2次，超好笑，但做了一件好事。怎么成2次了？一次是我在忙，他们是被打成；一次是他在海岸上被打成。好，先关了，拜拜。